覚まして。目を覚まして。目を覚まして。リン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一个小男孩从一个澡盆子里面跑了出来，满身湿哒哒的。他现在在哪儿呢？一个控制台，それはシーカーストーン。長き眠りから覚めた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小男孩拿下了许卡石板。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感觉好像又似曾相识。拿下许卡石板，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澡盆子里面到底泡了多久？不知道。赶快离开这儿，看一看外面的阳光。两个箱子打开，一个破裤子和一件破衣服，防御力分别是一。里面还有一些破箱子可以砸掉。然而好像什么都没有。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かざすのです。それはあなたの道を開くもの。这次的流程录制非百分之百的完全实况。如果百分之百完全实况的情况下，如果以半个小时一集，这个游戏最少可以做60集到80集。使用的汉化版本是游侠的2.1的汉化版。因为这款游戏正版是没有中文版的，2.1的汉化版在字体上进行了一部分优化，文字也进行了一部分的润色。あなたはこのハイラルを再び照らす光。今こそ旅立つ時です。你是光，你是电。你是这个世界的拯救者，我们出发吧。欢迎来到《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世界，海拉尔大陆。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满脸蒙圈。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一座像教堂的建筑，有一个老头在那边等我们。游戏当我们获得一个新的道具，获得一个新的材料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
采利亚置换蘑菇给我们补血用的，稍微收集一点，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在前期对我们来说是最基本的补血道具，但是到后期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游戏里面可收集的道具、动物、敌人、景物极其的多，黑下去闲着也是闲着，在澡盆子里面泡了那么久了，出来也玩一玩。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很多的一些物理特性是遵循着现实当中的。拿点苹果，比如说树木可以砍掉，部分的石头可以破坏。这个英文的地名是生造出来的，这个游戏独有的，这个地方是海拉尔王国的发源地。前面的这个教堂曾经举办过很多隆重的仪式，但是在100年前开始荒废了。游戏里面关于火的运用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火起篝火，把灯点着，把地烧着都可以。有一个烤苹果，很多生的东西烤一下以后它的功效会更好，比如说苹果蘑菇烧一下以后效果会更好，但是除了烧以外还有如果有锅的情况下效果会更上一层楼，而且可以在锅里面进行合成。啊！烤几个苹果，切换到材料这边，拿5个蘑菇出来，再拿个苹果放在火旁边烤一下。如果烤的时间过长，这些东西会被烤没有。拿起来，要不然就给烧没了。给烧掉了一个。好了，我们走了。我们基础的补血的道具有了，然后这边有把斧子，攻击力不高，3的攻击力，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砍树。游戏里面除了那种直径超过1.5米以上的树2米以上的树无法砍，大多数的树是可以砍掉的。砍掉树干以后又可以获得木材，木材可以生火，可以造东西。绿色的卢比就是游戏里边的钱。我们现在没有目标，但是目标来了。マップに示された場所へ向かうのです。有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在虚卡石板上面给我们标记出了我们的任务目标，但是这个女孩是谁不知道，虚卡石板标的目标是哪也不知道。我们先到这个教堂逛一圈，古代轴，这些机械的东西呢是100年前遗留下来的，
这些东西已经坏掉了，在他们的腿的根部的那个地方，有时候会收集到一些古代的一些什么齿轮呐、弹簧一类的东西，收集着以后会有用。哦，发现了第一个敌人。按住 Y 键进行攻击，按住不动可以进行蓄力，不同的武器蓄力的招式是不一样的。波科布林的只脚啊，这个东西以后有用，主要是提供我们防具进行升级用的。武器是无法升级的，但是防具是可以升级的。这边有些小东西可以把它砸掉，里面会掉出一些剑师，剑师就是弓箭，然后这里面会有一把弓，五的攻击力。按右扳机键可以举弓，把弓举起来。前面显示的六是我们现在剑师的数量。其他地方我们先不去，我们先想办法到楼顶房顶去一趟。游戏里面，在室外，记得有没有什么不能爬的？几乎没有不能爬的。然后停留在这些上面，只要不攀爬的时候啊，体力是不往下掉的。哎呀，好吧，我们重来一次。我们这边就直接剪辑过来，就不要再爬一次，浪费观众们时间了。这次我剪辑会相对比较多，比较流畅的给观众们展现这个游戏的流程。为什么要上来？这边有一把更好的武器，14攻击力的。使用方向键的右，可以切换我们所使用的弓。OK， 现在奔着我们的主线目标，右下角黄色闪的圆圈的那个点就是我们的主线目标。如果过高，对，摔落下去会伤血的。走吧。有的观众呢可能看过了我的试玩，如果你看过我的试玩以后啊，前面的剧情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在玩法和攻略的方式上面是有些不同的，你可以从第三集开始看，就故事上面就不会有重叠。这一款游戏我在制作之初啊，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制作《塞尔达传说》，因为《塞尔达传说》这款游戏年龄啊，它整个系列的年龄已经很老，已经超过了30年。对国内玩家来说并不是特别熟悉它，除非是特别核心向的一些观众。但是我跟大观众们所说的，这款游戏可能是成为今年我个人感觉的最具创意最好玩的一款游戏，我不做的话我觉得对不起我自己。因为荒野大镖客已经跳票到2018年了，那个圆圈是耐力槽也是可以升级的，最多可以升10级，也可以升级10次。我们现在比如说是默认的情况下，它可以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上再升级2倍，就是整个有3倍于现在的体力。体力很重要，不管是在游泳攀爬都特别重要，对于我们探地图也十分重要。好，我们现在把雪卡石板放在了这个机械上面，接下来塔石板激活了整个大陆上面的这些塔，所有的塔都从地面窜了出来，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第一个。大高原塔。正在提取本地信息，游戏里面提取本地信息的内容特别特别少，就是给你看到地面而已，其他的可以收集的道具完完全全不会在这个地图上所显示，全部是靠人或者是我们去查攻略去获取相关的信息，除非一些地方我们已经去过才可以。虽然地图打开了，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迷茫，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思い出して、あなたは百年の間眠っていたのです。この怪物が本当の力を取り戻したとき、世界は終わりを迎えてしまう。しまう前に早く早く。我们扮演的主角叫林克，我想很多观众们也都知道了，他现在已经沉睡了100年，很多事情他都不记得，不记得100年前所发生的什么。而我们故事的刚刚开始，就是要慢慢揭秘出林克100年前曾经是谁，而100年后苏醒起来他要干什么。好了，我们现在下去。我们经过了剪辑，快速到了塔底。哎，老头过来找我们了。魔王加农游戏的故事流程极其简单，就是要消灭魔王加农。而魔王加农在这个海拉尔大陆上已经肆虐了100年。如果说你是一个足够强干、强悍、技术足够好，也想尽快结束这款游戏的玩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魔王加农。啊！我们现在在类似于一个城堡上方，旁边都是很高的地方，我们现在出不去，必须要完成一些事情我们才可以出去，比如说老头刚才用的那个滑翔伞。老头将指引我们如何离开这个我们出生的这一块，或者说我们苏醒的这片大陆。啊！这种发着橘黄色光的东西呢，名字叫圣磁。游戏里面这种圣磁有120个。这种圣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谜题，有的谜题是你让你如何找到它，有的谜题是让你如何把这个圣磁在大陆上出现，有的谜题就是让我们进去以后会去解开一些谜题，获得不同的道具。但是最强的武器、最强的防具都不是从这些圣磁中得到，而得到这些圣磁主要是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勇气之证的东西，4个勇气之证可以提高我们一格血量或者一格耐力槽，也
也就是说120格加在一起总共可以提升我们10格的耐力槽，就是用40格，万一有80格的情况下可以提高我们20格血，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圣词解开以后我们可以有23格的血，加上打掉 boss 可以是有27格的血。我们现在只有3格，然后有满体力，就是本体再加10格的体力。红宝石好像是我还没怎么用过，主要是应该是卖钱的了。对，卖钱的，就是卖钱的。因为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圣祠呢？就是没有我们手上这块虚卡石板，我们以后就叫它手机，因为它的功能跟手机很像。它正在用 NFC 打开这个石，打开这个圣祠的门，现在可以进入这块圣祠。在这一片地方，高原之地的这个地方，这些圣祠主要提供给我们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一些力量，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圣词把它夺回来。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圣词，大家记住这个圣词总共有120个。这些圣词的难度啊不一，更多比较难的圣词谜题是在圣词的外边，圣词的外面如果你把谜题 解掉的情况下，进去以后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奖励。然后圣词里边主要是有谜题构成，然后有一个出口，还会有一些宝箱等着我们探索，隐藏的宝箱，但宝箱里面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好，激活了第一个机关以后，我们将获得我们的第一个特殊能力磁力。磁力是什么呢？就是把铁的东西，我们可以进行控制一些铁的东西，按 L1 键可以激活， A 键释放我们的能力以后把这块铁板拿开，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铁的东西都可以控制，然后前面的敌人我们是可以使用手上的这个东西啊把它给砸死的，但是太远砸不到，我们往前去一点先控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可以充当我们的盾牌，阻挡敌人的攻击或者砸它都可以，或者把它给弄下去它就死掉了。游戏的玩法在这些谜题的玩法包括这些道具的使用上遵循了很多的比较相对比较真实的物理特性，只要你能想得到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哦，这边一个桥过来了，但是前面没有桥，就要把这个桥移到前面去。 OK， 然后在左上方箱子有木质的有铁质的，这个就属于是铁质的，金属的，金属就可以使用磁力把它给吸下来，门也是磁力的可以打开，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刚刚开始当然比较简单，这样就获得了第一个能力，也完成了第一个圣词。这是第一个我们征服的圣词，所以它的这些对白啊我们都留下来，像以后啊我都会把这些跳过，直接拿到东西走人。因为我们进来的目的，实际上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他送给我们的礼物，克服之证。克服之证4个作为一组，可以提升我们的血量和耐力，
灵魂之球，勇气的象征，通过圣词的考核才可以拿到120个，我也是服了任天堂。出来以后，老头又来了。在这一片地区还有另外三个圣词，也分别会提供我们给我们不同的能力。现在老头说你必须把其他三个圣词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以后，我才可以把那个滑翔伞给你。而找到圣词的比较好的方法是到刚才的那个高塔上面去寻找，但是这只是仅限于在这一个大陆，在其他的大陆上面很多的圣词藏的是很阴很阴的，需要通过一定的解谜才能找到圣词的入口。而这里还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已经解开的蓝色的圣词前面的那个圆圈成为，就看就是现在林克后面的那个圆圈成为我们的传送点，我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传送点之间进行传送，否则这个地图太大了，跑起来要死人的。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大高原塔的上部，游戏的读盘是没有这么快的，要经过10到20秒不等的这样读盘时间，我都是剪掉的。现在这个老头呢就告诉我们如何寻找其他的圣词，还是需要靠我们的虚卡石板，也就是手机，寻找一下剩下的圣词，获得新的能力。在这个上面把我们可以看到的圣词标一下。好，我们现在下去奔着圣词走，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开始我们踏上我们新手的第二步旅程，寻找三个圣词。游戏的画面虽然不是那么的绚丽，但是它的色彩的这种刻画很棒，比如天很热的时候啊，阳光明媚的时候就很亮，然后风沙天、下雨天、下雪天都给音效，通过画面和音效给人特别真实的一种感觉。红颜色，红颜色的敌人就属于是要攻击我们的敌人，它会对我们进行锁定攻击，正常情况下是5到6秒内发动，只要在5到6秒内找到掩体，让它直线无法攻击我们，就可以逃过它。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圣词，这些东西呢是可以使用盾牌进行弹反的。首先我们现在没有盾牌，而盾牌弹反的几率，我是经过了不说多吧50次以上的尝试以后啊，我的成功率大概也只有50%。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炸弹，远程炸弹。远程炸弹总共有两个，扔出去爆炸以后需要 CD 才可以再次进行二次的投掷或者生成。圆的是可以滚动的，方的是不能滚动的。大家看下面就在 CD， 两个的 CD 时间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宝箱，大剑相当于双手剑，双手剑使用双手剑的同时是无法同时使用盾牌的，而且挥动的速度啊也相对比较慢一些，所以说最好的情况下是使用单手武器加一个盾牌。前面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炸掉，放下来炸搞定，然后我们再上去通过这片区域。这边真正涉及到了一个小的谜题了，我们需要使用圆形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机关看错了，会把我们刚刚的那个圆形炸弹往前推弹射出去以后，当弹射到对面的时候，来看弹射到对面的时候，引爆，好，那边就解开了啊。这边有一个箱子，我们人站上去，用这个东西把我们推过去，拿到一个宝箱，好了，这个地方的谜题就解开了，因为是相对比较前期的谜题嘛。谜题这种东西呢，属于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解过一次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出来以后可以使用炸弹，把这个给炸开。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本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游戏会相对剪得比较紧凑，所以说观众们看起来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没用的时间。而且读盘啊，我能发现的能把它剪辑掉的就尽量节省一点观众们的时间，就尽快把它剪辑掉，所以你们看我过来都是瞬移过来的。好，这边有两个箱子，我们把它拿掉，拿掉这两个箱子以后我们这一集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下一集将把剩余的两个圣词给解开以后离开这一片地方，开始我们真正的冒险。大家拜拜啦。